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今天晚上我要露营的地方。我今天晚上的话，就准备住在这边。这条公路的话，是一条废弃的公路。因为公路它已经改道了嘛。一起来看一下。现在的话，天快黑了。有6、7点钟了，6点多了。这个不知道是做什么的，你看，这个难道能弹？是吧？我弹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弹。会响啊！还有一双鞋子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鞋，这不是这个鞋垫呢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哇！哇！你看它有花，然后一只鞋垫。感觉这个地方有点不对劲。哇，这边又是一个二胡，这个是不是二胡？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多二胡呢？你看。它这个也是二胡，这个二胡的话就是旧的，你看，它已经烂掉了，是吧？你看。